哎，对，妈，那个你们先陪着妈坐一会儿，我去交费。嗯，妈，咱到那边坐会儿去吧。哎，小战，你也跟大勇去吧。啊，没有，他让我陪您的。哎，你去吧。万一他钱要带的不够，是不是？不可能，我把我身上钱全给他了。嗯，哎，我让你去你就去吧。哎呦，呵，你看你这么一着急又疼了，你觉得万一要什么事儿呢？是吧？去去去，去吧。啊，行。哎，大夫，我还得找你呢，你等会儿。哎呦，跟您说，您怎么也得给我照张片子吧。你这没必要，你只是扭伤，没伤到骨头。啊、没伤到骨头是好，可怎么也得给我弄严重点啊！你给我上个夹板啊！你这完全没必要。有必要，我跟您说，您就明白我的意思了。您说，好、啊、行。哎呀，好，啊对。炖牛肉啊，嗯，犒劳我的。哎，现在我先尝一口看烂的。哟，这是给咱妈炖的，没你的份儿。白高兴。你们的在那儿放着呢，一会儿就端上去啊。哦，我说的嘛，不能不考虑到劳动人民的疾苦。哎，那什么，我刚才在屋里啊，听咱妈说，说上午那个冯国强来了。他来了？嗯。你忙去。我去问问妈，他什么样？他什么样啊？他还那样，也没听妈说他身上扎着绷带或打着石膏什么的，样子挺好的。我还是去问问吧。行了，这没事找妈数落你吗？为什么呀？咱妈那脾气你也知道，是不是？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，好不好？你也站在咱妈那个位置上，你想想，是吧？你们离婚了。是吧？他又找上门来，搁谁谁都得错活，啊，人家是当婆婆的，对。所以呢，咱们以大局为重，为创建和谐家庭，是不是？咱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，是不是？会是什么事儿啊？我分析啊，可能是冯鑫的事儿，就那监护权的事儿。那也不对，也不对。你想要是冯鑫监护权的事儿。他可以给你打电话啊！哟，我电话昨天晚上没电了，我忘了充了。那肯定就是冯鑫这事儿。你想啊，他现在公司让人给封了，也牛不起来了，肯定得求你了。只要人没事就行。哎，你俩先吃，我给妈把面送进去啊。好。疼死我了！哎呦，妈，妈，我给您做了手擀面，吃点吧。哎呀，我这胳膊疼。哎呦，那我喂您，来。哎呦，水温行吗，妈？啊，行。行不行？添乱，妈，看您说的什么呀？这都是，你真不嫌我？不嫌，你可真是的，妈。那老人病了，我们小的不就应该这么伺候吗？怎么了，妈？不是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觉得我脱离你了，过意不去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行了，快点洗吧，完了你睡觉去，明儿上班呢，多泡泡了，再泡泡。哎，妈，你真不嫌我？哎呀，妈，别再问第二遍了。大白鹰，拜拜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有什么指示？我又不是国家主席，我就想嘱咐你一句，你一天到晚在外边忙，不容易，要学会爱护自己。
这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吧，你到老的时候那毛病全找上来，落一身病。别愣着了，赶紧上班去吧，路上骑车小心点啊。哎，说句客气话。妈啊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个直肠子，不太会说话。要是说什么您不爱听的，您别跟我计较啊。您呐是够直的，这在家里头没关系，这到了外头还得绕着点儿。我真不太会。那有什么不会的？谁不爱听好听的？哄死人不偿命啊！行了行了，别傻笑了，上班去，赶紧的，快走吧。那我走了吗？哎，不如歇着吧。哎。哟，你说啊，奶奶也不是不尽油盐的人了，人家既然进咱们一帐，咱还得敬人一尺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吧？姑娘，麻烦你啊，你给我找几个旅行社的电话啊，随便随便。我一老太太，您还得给我找那人工服务的啊。哎，啊哦，您等等啊，我打笔。您说吧，我得记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说慢点。好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您说的，只要我天天擦车，你就收我女儿吗？我就那么随便一说。可我是当真的，我答应了，我就得做到啊。你这是第几次来了？我也没数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洗车行离这儿不远。你看，你钢琴也买不起，如果他真要喜欢乐器的话，你可以选一个别的学呀。我们就想说，别打击孩子积极性。啊，他现在这么热情，那看看是不是能试一试。如果他真是这块料，能学出个模样来，那我们就下决心给他买钢琴了。行了，我算服了你了，我收他了。